老板，老板，别睡了，起床了，老板，起床了吧，老板，起床了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干嘛呀？今天要上学吗？你睡魔怔了？你都毕业多少年了，上什么学啊？那你叫我干嘛来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要上班啊？上班？上班？对呀、啊，你是老板啊，你要上班啊，你忘了？我是老板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快起来！老板上什么班啊？再睡会儿。不是你不用上，我得上，你赶紧起来，我要迟到了吧？这你起来，烦死了！公司送你了。老板能走了吗？啊？去帮我拿快递。不是你的快递你自己不拿，让我可以拿？不拿也行，这月工资扣500。我你七九一八这个，哟，怎么掉了呀？哎呦，小闺女你怎么了？你好脏呀，不好意思。就是，我操！这不是狗尿吧？啊？咦？逗你！老板，你快点！不是，这快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怎么呢？哪里有这样的？快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呀！你给我买了？